放这上，放这上就行了。哎呀呀，哎呀，瞅瞅，哎，奶奶干活，别动，别动，哎，这我来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呀，瞅瞅，把衣服都弄脏了，没事。哎呀，受累了，来来来，奶奶给，哟，这儿，给我夹朵宝。谢谢奶奶。多好，这孩子。哎呀，多长时间没看着你了？嗯，你妈那病好点没？ 我妈走了，啊，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不就是我放出来那头两天的事儿吗？他们都说是我给气死的。哎呀，孩子，也别上火了啊！这回咱出来了，就好好做人啊，哪跌倒哪爬起，知道不？咱们一定对得起你妈，对得起你家人，行吧？ 我跟您说，奶奶，嗯，我这次属于表现好，提前出来的。哎，脚下的炮啊，那是自个儿磨的。未来的路啊，我知道怎么走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奶奶就放心了。哎，你记住，啊，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，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啊。奶奶，你就是我的亲奶奶。快快快，走了，送快递去吧啊。哎呀。 多好个孩子呀！哎，也可怜呐。不过呀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范奶奶，哎，范奶奶，哎呀，倩儿啊，随便坐，奶奶那头做饭呢，我得忙活。能借我棵白菜吗？啊？这孩子，那不搁这摆着吗？哪棵好，哪棵？太好了，能借我头蒜吗？你还要啥？ 花椒、大料、精盐、味素，再有半斤五花肉，那就更好了。你把这东西给我放下。你借不借呗？急啥呀？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孩子来的早不如来的巧。你看奶奶刚炖了一锅五花肉白菜。谢谢奶奶。这回拿回吃吧。太好了。你爷呢？搁家养壳躺着呢。病了？没病，饿着。 等着天上掉馅饼呢，快回去跟他一块吃吧。谢范奶奶，谢范奶奶，这叫调料。哎呀。